这位大叔，请让让，这位小姐身体不舒服。啊，谢谢哈，谢谢谢谢。来，等一下，在这儿先靠一会儿啊。不好意思，弄脏了你的大衣。没关系，我这件外套是个百宝衣。 刮风的时候挡风，下雨的时候呢就可以当雨衣。你好点了？记得你一向活泼健康的，怎么突然身体变坏了呢？就是前阵子闹家庭革命，三天两天不吃东西，又淋了雨，发了成高烧，从此这个胃就不大舒服，动不动就抽筋。 现在已经好了。再多休息一会儿。你曾经一连三天都不吃东西。岂止三天，我想四天五天都有。人的身体真是很奇怪，弹性好大。有时候四天五天不吃东西也没关系。怎么了？你实在是个很奇怪的女孩子。 怎么奇怪？你看起来非常柔弱，可是做起事情来又非常刚强。你温驯善良，对任何人都是好脾气。可是当你追求感情的时候，你却能够不顾一切的后果，勇往直前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子，柔软的像丝，热烈的像火。 日本鬼子的飞机啊，嚎啕严哦，到处的炸得一塌糊涂。你们看着吧，他们这次不了多久了，自己作乱的手脚，他们也没有人性，我们也跟他对抗到底。前几天日本鬼子飞机在昆明炸了很多炸弹，怎么？昆明也大起来了哦。知道吗？现在西南联大很多学生去支援缅甸战局，现在云南西部已经成了大前方了耶。 大叔，昆明的情况现在很危急吗？这事全面扛在昆明公路上，三天两头多警报，滇缅公路、渝昆公路都不平静喽。鬼子的飞机，到处的弄机枪扫射，到处的死了好多人喽。你可别胡思乱想，何某天吉人天相，他每学期在渝昆路上来来回回的跑，从来就没出过事情。 自己穿的，这么冷的天没大衣不行。没关系，我吹冷风吹惯了，从来不怕冷。你不舒服，还是穿暖和一点好。那，你围着我的围巾，好歹挡点风。谢谢你。啊，我送你回去。你好，好久没有见到你了，你也可以陪我聊聊。 说一个四川人的笑话给你听，你是四川人，你来听听这个笑话中的四川人，他对不对？好啊，你说。四川人都很会说话，做人呢也很圆通，从不得罪人。
不见得吧？反正啊，这个笑话中的四川人是这个样子。有一个四川人他请客，那么第一个客人来的时候呢，那主人就问他你是怎么来的？那客人就说我是坐汽车来的。那主人就立刻就恭维他说你好摩登啊。第二个客人来的时候啊，主人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来的？ 那客人就回答他说：“我是骑马来的。”那主人立刻就恭维他说：“你好威风啊！”第三个客人呢，心想这个主人的做人真的是很圆通，于是他就回答他说：“我是走来的。”那么那个主人立刻就回答说：“哎，你好潇洒。”那么第四个客人呢，心想：“哎，我非要为难这个主人不可。”于是这个客人就说：“我是爬来的。” 哎，没想到这个主人立刻就恭维说：“你好稳当啊！”那么这第五个客人呢，他心想：“哎，我更要刁难这个主人不可。”于是他就回答说：“我是滚来的。”没想到这个主人呢，立刻就恭维他说：“哎，你好周到。”结果就这些所有的这个客人呢，都没辙了。你们是在挖苦四川人？哦不不，我是在赞美四川人。 要是人人都那么会说话的话，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？这个笑话我说起来不好笑，那小罗说了才好笑。是啊，小罗是个天生的喜剧人才，每次南北社聚会，他都叫人笑痛肚子。对了，提起南北社的聚会，你怎么一直都不来呢？ 逗你开心的，怎么你反而哭了呢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在南北社，大伙儿一块儿，又笑得闹得多开心。可是现在，慕天的人还在昆明，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。我常常越想越慌，总有大难临头的感觉。你是想的太多了。 你不能整天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屋子里，你应该多出去走走。南北社还是定期聚会，跟大家说说笑笑的，就不会寂寞了吗？你不知道，萧远和许鹤林几乎天天都来看我，他们也拉着我去南北社。我只是没有情绪，我觉得别扭，我总觉得。 我觉得他们会轻视我。怎么会呢？每个人都喜欢你，欣赏你，大家谈起你追求感情的勇气，都佩服的要命。是吗？你在安慰我。你知道，我从来不说谎。你能跟我谈谈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最近我真憋得慌。你看，慕天去昆明。 我就弄不懂，他为什么要非去不可。要去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带我一起去呢？我想，他一定有他的苦衷。他的父母一定是非常严厉的人，他根本就不敢告诉他们，他在外面订婚了，所以，他只能和我订婚。 不能和我结婚，因为订婚是不负法律责任的。他甚至不敢先斩后奏，只能回去婉转禀明。他来信说，什么水深火热、人间炼狱的话，我根本就看不懂。我想，他的父母一定以为我是个非常淫荡的女人。 根本就不许他娶我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能三五天不吃饭，和唯一的母亲断绝关系，置已定的婚约于不顾，而毅然的去投靠何慕天，何慕天的双亲再怎么严厉，
就算他违背了皇亲圣旨吗？那又怎么样呢？其实，他早该跟你举行婚礼，早该不顾一切带你回昆明去。既然他没带你回去，就该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啊。孟卓，对不起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千万不要把我的话记在心上。哎，我这个人一向就是笨嘴笨舌的，你千万不要难过。穆天他逗留在昆明不回来，一定有他不得已的原因。其实他也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呢。我好担心，我怕他出事了。怎么会呢？他说不定受伤了，被炸弹炸伤，被机关枪射倒了。你没听防空洞里的人说，你昏迷不平安吗？他说不定真的受伤了。孟卓，没有的事。防空洞里那个人，他只是信口胡说。于昆路天天通车，穆天他一定很安全。孟卓，我知道你一定等我等的心都碎了，我每天都想回来，可是我不能，我没脸见你，我真不知道把情况怎么会弄得那么恶劣，我的痛苦无法向你诉说，我。跟你谈呢，我听说韵文在医院里头发了大脾气，嚷着要出院，大伙儿都在找你人呢。韵文这次生产吃足了苦头，你应该好好的陪一陪他，你反而一天到晚在外面游荡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我真弄不懂你们小两口，每次回来见面总是怄气吵嘴，现在孩子都有了，还有什么好吵的呢？你就让着他点吧。爸妈，我和韵文在个性上实在无法相处。两个人都让一步，不是就好相处了吗？是啊，韵文只是心直口快，性子强，私底下她是胸无城府的女孩，你何必跟他计较那么多呢？到医院去陪陪他，啊！我会去的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去和他谈清楚的。你是怎么了？爸爸，下礼拜我一定要动身回重庆。什么？快过年了，怎么急着去重庆呢？韵文还没满月，你急什么？妈，这个家是你的旅馆呐。有你这么来来去去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有一个刚刚做母亲的妻子，你这个人还有一点责任感没有？还有没有一点道德观念？下礼拜不许到重庆去，留在昆明给我学做人。爸，我就是有责任感，就是有道德观念，所以我必须要回重庆。在回重庆之前，我必须要办好一件事。坦白地说，我这次回来根本不是为了韵文生产，我根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生产。我回来是，我
回来干什么？别生气嘛，你们父子俩好好谈谈。穆天，你好好说清楚，不要让你爸爸生气。我是回来和韵文离婚的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是回来办离婚的，我要和韵文离婚。穆天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韵文是你自己选的，你自己要娶的，他又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你凭什么要跟他离婚呢？穆天，你是回来办离婚的。是的。你不是回来探视父母的？也不是回来探视妻子临盆的？当然你也不是回来当爸爸的。你已经是来去自如了，一年12个月，你有10个月在外面，置妻儿父母于不顾，你还不满意？你要离婚，因为什么地方妨碍你了？你说。爸爸，重庆有个女孩子在等着我回去结婚，我不能辜负她。嗯，老爷子，你有100个理由。我叫你考西南联大，你偏偏要进中央大学。你要学独立，你要自由，你要爱国，你要跟着国旗方向走，说得多冠冕堂皇。结果呢，你到重庆去风流，拈花惹草。爸，请你不要侮辱我的爱情。爱情，好新潮的名词啊！你以为你是徐志摩呀？爱情，你和韵文结婚，那不也是爱情吗？和韵文结婚是一个错误。亏你说得出口，世上错误，男子汉大胆，即便是件错误，也要自己承担起来。你休想再跟我谈离婚，也休想再回重庆去。如果你一定要一意孤行的话，我就知道没有生你这个儿子，你给我滚，从此以后不要回来。老爷子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如果你气得心脏病犯了，你叫穆天这一生怎么见人呢？穆天，快向你爸爸道歉！我跟你爸爸只有你这一个孩子，你不能承欢膝下，总该体贴做父母的心呐。我对父母不孝，对妻子不忠，对孩子不慈，我做人一无是处，但是我一定要对孟珠有始有终，否则生我者父母，亡我者父母。走啦，孟珠，你瞧，难得天气这么好，今天啊，你就跟我们大家好好的玩一天吧。是啊，你整天关在那个小屋子里啊，难怪你会没精打采的。孟珠啊，我跟你说，在我家乡有个土方法可以治相思病。哎，你少胡说，你们家乡土规矩啊，没有一项能够见人的，你省省吧。真的吗？只要找一棵相思树啊，把根给挖出来，切这么一段，用刀啊剁成粉，再用炭火去烧，烧成的灰扔到河里，这相思病啊就好了。哼，你看他说的跟真的一样。哎呀，绝对不骗你的啦，这叫做杀死相思、烧死相思、淹死相思啊。你想想看，有什么东西经得起你又烧又杀又淹的，准死无疑啊。笑了笑了，笑就笑了。孟卓啊，好不容易昨天看到你的笑容了。笑了。小罗，谢谢你说那么好笑的笑话给我听。你这个人啊，别的本事不会，只会说笑话闹笑话。哎，我没别的本事怎么追得上你啊？你哎，说说说，我就是被你那样子给骗的。小飞燕，小飞燕，小飞燕，你摔到没有？小飞燕，我根本就没摔着。啊，好啊，你骗我，你跟我看错。啊，走啊！
哎呀，许鹤龄啊，八成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你。哎呀，你不要闹了，你看那边草里嘛。梦竹，你卑鄙，你下流，你会被天打雷劈，你会得到报应的。我好像梦到过这个场面，我早就知道他会找到我。许鹤龄，救我，救我！你才会被天打雷劈呢！你什么玩意嘛？哪个葱哪个蒜？你报上名来你！狐狸精，你不得好死！好，我揍你！我小龙，不关他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他。他就是我爸爸当年喝醉了酒替我定下的那门亲事。他就是那个人。什么？是他？是他？千错万错，都是我错。祝你以后找一位比我好千倍、好万倍的女孩。老天会保佑你，让你得到美满的婚姻的。你就饶了我。我妈说你会下地狱，下地狱，下地狱。我知道我会下地狱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原来啊，梦珠以前的未婚夫是这副德行，怪不得梦珠会悔婚。哎，梦珠她妈妈也真奇怪，居然要把女儿嫁给他。这你就不懂了，中国人最重信用，尤其是读书人，一诺千金，既然许了婚，就是白痴也要嫁。怎么了你？我觉得梦竹实在太可怜了，她的命运也实在太波折了。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对梦竹的事，我就是有点不放心。贺慕天，你要快点回来，可千万不要对不起梦竹。你放心。何慕天一定会回来的，他对梦竹是一往情深的。你不想到医院来陪我，你就不用来。你既然来，不要像木头人似的在那发呆。你说话，你哑巴是不是？你一见到我就不会说话了。我是有话要对你说，我今天到医院来，就是有话要对你说。我是应该等你出院以后再说的，但是现在我非说不可了。永文，我们不要再作战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再彼此折磨，好不好？不是我折磨你，是你折磨我。韵文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韵文，我在向你请求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像个闹剧，对我们双方面
都是有害无益的。韵文，我们都年轻，离了婚还可以各自去追寻幸福，勉强结合在一起，只有争吵和离别，那是没有意义的事。原来你要离婚？是的，我要离婚。那么你这次回来不是因为我身上而赶回来的？那是个巧合。这么说你是安心要跟我离婚的？是的。他是谁？什么？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。那个逼你向我提出离婚的人，你该不会否认有这个人吧？是有这么一个人，她很年轻，只有18岁，是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子。你为了她要跟我离婚？离婚以后你要娶她？希望你成全。成全？你用了两个好奇怪的字。你在重庆，我在昆明，你还要我成全？你们还有什么地方不全需要我补足？韵文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也不敢请求你原谅我。如果你答应跟我离婚，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你。你把一切都给我，何目的？我请问你，你失望的一切是什么？钱是你父母的，房产是你父母的，工厂也是你父母的，你有什么？你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学生，属于你自己只是那一份莫名其妙的傲气和一部毫无用处的诗书。你要给我什么交换离婚？你有什么可以给我？原来我在你心目中只是个一无所有的人。你本来就是一无所有，你以为你是个富翁？你有什么？我轻视你，我恨你，我看不起你。怎么了？嗯，被针扎了一下。我说嘛，叫我来缝，你偏不听。就缝那么几针，我还不会啊。等慕天回来，我要告诉他，所有脱线、掉裤子的衣服，我都缝过了。这有什么稀奇呢？女人家就应该缝缝补补的。我倒是应该教你做些小衣服。啊，算算日子，应该是明年秋天就要生了。嗯。还要做一件小夹袄，来来，先把鸡汤喝了。来，一只鸡呀，才炖这么一碗汤，来，趁热喝了它。奶妈，我妈好不好？还好，就是心痛的老毛病常犯。不知道我妈还是不是那么恨我？其实啊，你妈早都不恨你了。他只是脾气犟了一点，不肯承认而已。你看，我每天往你这里跑，他哪会不知道？故意装作看不见。他到底是你妈，心里还是疼你的。不知道怎么，这几天我心里就是老是想着我妈，想着她对我说的一些话，想着她对我好的时候，我就是老想着她。大概是你自己快做妈了，所以才老想着妈。你可别告诉我妈说我有了。你那么叮咛我别说，我哪敢说。今天我炖鸡汤啊，也是说你上回生病身体还没复原。其实你妈要知道你有了，一定会要你马上搬回去住的。不，我跟慕天的婚事一天没定，我哪还有脸回去见我妈？就是南北市那些朋友，我也不好意思见。坦白说啊，那些孩子还挺不错的。其实你有时候也可以跟他们出去走走，不要老一个人闷在家里。奶妈，你是怎么了嘛？以前你就不许我去跟他们鬼混，
现在你反而鼓励我去。小姐，你现在是有了人家了，奶妈不担心啊。你看那肖小姐来约你好几次，你就是不肯出门。慕天一天不回来，我就一天不能安心。奶妈，为什么慕天还不赶回来呢？会不会他家里不同意，不让我跟慕天结婚？哟，怎么会呢？你别一老子胡思乱想。你昨天不是才接到他一封信？可是他信上什么都没说，只说一切都好，叫我不要担心。他说一切都好，不就等于都说了？你总该给他一点时间吧。你不懂，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一天都受不了，何况我跟慕天已经分开20多天了。将心比心，他的心跟你一样急，说不定这会儿啊他已经赶着在路上要给你一个惊喜呢。奶妈，还是你最好，最能让我开心。是啊，奶妈让你开心，你却让奶妈操心。等哪天啊奶妈走不动了，说不动了，看你怎么照顾你自己，更不要说要照顾小奶娃了。奶妈好啦，把鸡汤喝了。让我先给慕天写封信，看看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是心软嘴硬，你这个脾气啊总是自己吃亏的。慕天那个孩子呢又是外柔内刚的脾气，你要是惹毛了他，他会豁出去什么都不管了。韵文啊，我们何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不要把他逼得走投无路。妈，不是我逼他，你不知道他要跟我离婚，你不知道他想重新弄个女人。我知道。韵文啊，你想不想离婚呢？我本来儿女之间的事做娘的最好不要参与，可是韵文你太傻了，如果你还想要慕天，你就不应该伤他的自尊。你知道我们中国古来有句成语说得很好，委曲求全。这委屈这两个字啊学问可大了，要求全就得要受委屈，你自己想想看。上次咱们父子俩都太冲动，你不要以为我是个老古板，不要以为我不了解。我要是不了解你和韵文婚后的生活不快乐，当初我就不会放你到重庆去。你要知道，你一走这个家就失去了重心，我和你妈都很急。哎，爸，我想我是个没有什么用的，也没有什么价值的人。韵文说得很对，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。韵文是这么说吗？他这么说就不对了。是的，我什么都是父母的。哪一个儿子不是如此呢？你认为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？被肯定。韵文最伤我的点就是从不肯定我，或者我没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。那重庆那个女孩子呢？梦竹吗？我在她心目中不只是个人，而是个神。爸，你懂吗？我允许你纳妾，把她娶进来做二房，韵文那儿我替你顶着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以后不要再提离婚的事情，咱们家丢不起这个人，也没有这个例子了啊。
扯扯的干什么嘛？我奉了南北社全体会员之命来请你去盘溪茶馆参加聚会的哦。可是，可是什么？你一个人闷在家里做什么嘛？哎呀，走了走了，大家要等你呢，走了，走了。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来来来来来了，哎。梦竹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梦竹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小沈杰，生日快乐！谁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？你们有没有弄错啊？我们没弄错，因为自从放寒假之后，大伙儿就很少再聚会。今天我们决定替你过生日。对，南北社少了你啊，好像少了灵魂似的。咱们替你做生日，你总不能不参加吧？我们现在开始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你们还买了蛋糕？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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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该说什么好？你们都对我那么好，我还以为……我们大家是让你知道，你从来没有缺少过朋友。对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你。对啊，尤其何慕天不在，我们更应该要照顾你啊！那个何，切蛋糕吧。我都快饿死了，孟竹，这蛋糕啊，不是我们全体摊了钱买的。哎，来切蛋糕吧。哎，切蛋糕。咱们一块大的不要。好了，你不要抢那么馋嘴的。慕天，你要是能在这儿，那该多好。可以从书房搬到我的卧房来。难道我还没跟你说清楚我的意思吗？你是说离婚了？算了，慕天，哪一对夫妻不吵架了？不都是把离婚挂在嘴上？哦，说离婚就离婚，那不是全世界人都离了？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好不好？我会原谅你在重庆所做的一切，那是因为我没有在你身边，你太寂寞。以后我会跟着你，我和双双跟着你到重庆去，你就不会寂寞了。韵文，我是认真的。什么是认真的？曾经也有过很好的时光，是不是？可惜太短了。我们可以延长它，好不好？以后我不会再乱发脾气，不会再任性，也不会命令你，好不好？太晚了。我们彼此伤害得太深，再也无法弥补了。我会忘记你对我的伤害。可是我忘不了。韵文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你为什么要跟着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呢？你是为这个在生气啊？那是我生气胡说的。你知道我一生气就口无遮言。
其实，你真的一无所有，我怎么会嫁给你呢？我又不是看上你家的金钱财产，我看上的是你。当时你让我太伤心了，我才开始胡说的。韵文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的。我说了半天，你还是要离婚。是的，我求你，就算是你对我的一种恩惠。你就这么爱他？就这样不顾一切的爱他？你说，你说，让我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。你不可能了解的。你不说，休想谈离婚。最起码我要知道你爱他有多深。如果一直不答应离婚，你打算怎么样？我立刻回重庆，带他远走高飞。如果你拿不到这张离婚证书，他会跟你走吗？我想他会肯的，只是太对不起他了。对不起？你有没有想过多么对不起我？我这样低声下气，委曲求全，你还是要离婚？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去死！你应该去死！你现在就去死！我不再要求你离婚，我明天一早就回重庆。郝无天，你连孩子都不要了吗？我要的，我非常非常要他。但是我失败到这种地步，我什么都要不起。你到哪里去？你不许走！假如这书房都不能住，我现在就回重庆。你真的爱他爱到极点，是不是？你既然爱他爱得这么深，我就成全你们好。你的意思是同意离婚？韵文，如果你肯跟我离婚，我一生一世都会感激你的。你会为我立一个长生牌位吗？早晚莫办。好，与其只有你这个人没有你的心，我还不如连你一起放弃。我不相信我朱韵文会找不到人爱。韵文，谢谢你。不过你不要逼我，这么严重的事情我需要考虑。你要考虑多久？一个星期。白发渔樵向路上，
丢。